小姨最近添了新癖好，非要让我激怒她，但最后还是没斗过我。晚上他俩哄了吗？去玩玩去，八百场走一走。行了，走吧。操！滚出去！哦，晚上说啊。咋了，小姨？我问你，你是不是用的安保卡消费了？我没有啊。你再一点，我前段时间刚去充了两万块钱，我今天去人告诉我没有钱了。没有钱没有钱呗，跟我啥关系啊？跟你啥关系？来来来，咱俩好好对着。对吗？家里就咱俩，不是你用的鬼用的，要不咱去调监控啊？不不不，小姨，你听我跟你说，我这不是平时总去洗浴吗？也没去过按摩的地方啊。然后你用我的卡消费？我不是看你平时总去那地方吗？我寻思有啥魔力呢？这那地方有啥魔力呀？小姨，那魔力真大呀，那六号技师和九号技师长得老哇塞了。你还同时找了俩？ 小姨，你是不知道我，他俩长得那叫大个漂亮白。再便宜也不能花我两万块钱吧？说，都干啥了？也没干啥，就是开了个包厢，按了个摩，然后推了个油，然后点点吃的啥的。然后呢？然后加了个钟。叫啥钟能加我两万块钱啊？加20多个小时钟。什么玩意儿？加20多个小时？ 你想不想去那住呢？我想了，小姨，但你卡里没有钱了。没钱你回家了？没钱你跟小姨说呀，我的好外甥，我再给你充点儿。真的呀，小姨太好了。喂，小姨，哎哎。